怎么办？这球该不会被绝杀吧？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。今天冲了六张飞鸿舒服，真假？飞鸿不是最近蛮高的吗？还敢冲飞鸿？心脏这么大颗，可是飞鸿感觉不用冲掉啊，飞鸿干嘛冲掉？飞鸿我记得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，没有冲掉的必要吧？因为传奇樱木要出了，你说因为传奇樱木要出了，为了玩迪娜的游戏，只好忍心冲掉飞鸿哦？真假？飞鸿的数字是多少？有人知道吗？哎，对面是剑种，是不是？边长谷川，然后他妈的选这只干嘛？下一只要高杀哦！干，先将他一军。嘿嘿嘿，二四五七哦，靠呀，你还有，完蛋，记了，完了，完蛋了，啊，完蛋，我被虐了。干，太贱了吧！把长城变成怎样啊？早上玩三井兽了，靠腰选了一个好慢的角色，完蛋，这招怎么跟？哎、哦，不是只有你会撞哦，老哥，我也懂一点哦。来看谁比较会撞咯。超级哇，应该得去。为啥要两板？没有，我只觉得对方会选高杀、啊，我就会选这只啊，因为变长谷川啊。我只没想到他会玩角田而已，倒是我没有想过的。谢谢。哎呀，可是。他们三，我们二，好像感觉他妈的有点追不太上，不知道为啥。啊完了，我跳了。傻可以。好呀，人拆一边，他要撞我，这人就必须跟了。他是都有踩到轻干扰了，但不知道为啥那个神宗一郎他妈超级准的。
Sakai， 起源之道还是起源之身哦，疯狂撞，疯狂撞。啊哈！看到一木起跳比较快，靠腰啊！因为我被猜到了，哼哼，哼哼，哼哼，他居然 dash 硬跟到了，啊！完了，修满。马上还原颜色，又有喽！哼哼，哼哼，有了，有了，老哥，哼哼，哎，我摸到了，哇！哎。不妙哎、欸！等下又被投一个三分，他感觉又有大了。啊！他可能刚刚脑溢血，超了一球。完蛋！哦，他被挖掉了。怎么办？这球，该不会被绝杀吧？